有请唐张勇。你好，唐张勇。你好。你好，唐张勇。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我叫唐张勇，我是四川人，现在在云南的昆明生活。你有什么样的绝活？绝活谈不上，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可以模仿很多老歌星唱歌。听说你在网络上已经很红了，是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蔡老师的衣服红。太风趣了。好，那就期待一下，你先选择惩罚方式吧。祝你好运，来选择。来，祝你好运，登上舞台，有请唐张勇。好，唐张勇，你看这个模仿他很少。兄弟落魁星，恭喜顺利过关，来到我们身边，恭喜，厉害厉害。但还是得提点意见，刘德华跟最后的黎明哈，两个人有点混淆，有点混淆了，黎明不太好学，下去加强练习。黎明不好学。对对对，因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啥特点，所以就不好学。你说的好直接哦，黎明会看到哦。没事啊，我多希望他看到啊。这倒也是，祝你好运，来期待第二轮再见。好，谢谢，谢谢，再见。好，那我们期待一下下一位登上这个舞台的选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来，有请的是。JT 欢迎，先介绍你们两个自己好不好？对，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梁景天。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宗才，我们是 JT。Yeah。今年在北京参加的一个全国大学生的一个啦啦操锦标赛。然后我是很荣幸的能去伦敦为中国的运动员加油。哇，好棒，好酷，好酷！你可以亲临奥运会的现场啊！是的，是的。太羡慕你了。谢谢。擅长表演的是什么呢？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融入了很多元素的舞蹈，然后有点情景剧，包括假面。那这我对你们的表演应该是充满期待了。惩罚方式要两个人谁来呢？还是刀剪子布的？来，请选择。JT， 属于你们的100秒钟表演时间现在开始。势不可挡。玩伴吧，我猜是这样。你觉得呢？什么故事啊？就俩好朋友间的打闹吗？我觉得很可贵的一点是你们喜欢创新，因为很多人做街舞表演纯粹就是做街舞的动作啊，就炫技术，但是你们是有情境在里面，是有自己的 idea 在里面的。是的。好，恭喜你们顺利过关，恭喜恭喜恭喜两位。加多宝凉茶势不可挡，下一位会是谁呢？大屏幕告诉我们，有请张英伟。我是山西太原人，我叫张英伟，今年32岁，我来自北京奉贤古乐艺术团，我现在的职业是专业打击乐手。因为古能给我带来激情，带来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吧，
就是说让我特别热爱的。我打鼓从事13年了，为了要工作，当不能自己不能去陪孩子过的时候，肯定心里还是有一些愧疚的。亲妈妈一下吧，妈妈好想你。嗯，拜。每次给孩子打电话，总是心情特别不是滋味。从小到大，就是说好多出去玩的相片，有爷爷奶奶，有爸爸，唯独缺的就是妈妈。这次参加《势不可挡》，主要是有一个目的，希望我的孩子在电视上能够看到他妈妈。有请。你好，欢迎你来。哎，你好，你好，大家你好。你现在北京，孩子也在北京吗？嗯，孩子没有，孩子就是说，那个在我们老家上幼儿园。那你多久能见孩子一次啊？我最少最短的时间是一个多月见孩子一次，最长的时候也许就是3个月、4个月就这样子。那孩子想妈妈怎么办呢？我的孩子特别懂事儿，2008年4月份，当时孩子给我打个电话，妈妈我生病了。我说好点了没有？妈妈我没事，大夫给我那个输液呢。妈妈我没哭，但是当时我哭了。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那我真的特别理解你。当有的时候我要坐火车坐飞机出去演出出去拍戏的时候，孩子在发烧，那个腿我迈不动啊，我不知道怎么走，根本走不出这个门。其实作为母亲，作为妻子，作为媳妇儿，作为女儿，我最不称职。应该说我们只能够尊重每一种生活。来到这个舞台上，你一定是表演你的打鼓对吗？对。还是选择一下你的惩罚方式，来请按钮。张英伟选择到的惩罚方式是火焰，来加油，登上舞台。张英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还有同伴是吗？是你的团员？对。张英伟，属于你的100秒钟表演时间现在开始。哇，他打鼓确实有架势。对，好帅啊。嗯，英姿飒爽的那个感觉。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嗯，但是有点不妙，现在反对票数在上升。嗯，哦，有点危险。哎呀，哎，抱歉。哎呀，有点遗憾啊。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喜欢打鼓。面对镜头，在心里面最想对家人说的话，现在告诉他们好吗？我为人父母了，我也非常疼爱我的孩子，但是说我还是对孩子非常亏欠。我只想说，妈妈为什么给你取名叫小名叫思思，就因为妈妈不能经常陪在你身边，妈妈非常想你，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妈妈，想妈妈。
其实刚才你在舞台上曾经说过的所有的话，他们都听到。可能只有家人真的你理解，你对这份事业的执着，和埋在你心里最深处那份不舍。所以我们把他们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相聚一下。啊，谢谢，思思，你想妈妈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思思支持妈妈吗？支持。刚才看到妈妈在台上表演，你觉得棒吗？棒。张英伟的心情，你在看到他击鼓的时候，听到那么多人为他鼓掌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也感到很骄傲，也感到很自豪。因为怎么说呢，这里面能明显的感觉到有我的成绩。对，我们虽然说是一年见面的机会吧很少，但是说是就是说是为了支持他这份工作吧，只能是我去付出多一些吧，让他去外面多去闯荡一些。很难得看到你们一家人相聚在这里，在合肥好好的聚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感谢势不可挡剧组给了这次机会，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继续来期待下一位会是谁呢？来，大屏幕告诉我们，有请曾艺舒。这个欢迎，这算裙子还是裤子？裙裤对，看起来都像。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曾艺舒，来自福建厦门。几岁啊？今年17了。有什么样的法宝可以通过100秒钟的考验？对呀，你就等着看吧。哟，还保密呢。好，惩罚方式，你可以，你有担心的吗？我比较想要飞翔，因为觉得挺刺激的。想要惩罚，头一次吧。祝你好运，能抽到飞翔。3、2、1，请选择。No， 火焰。好，祝你好运，来登上舞台来。曾艺舒，属于你的100秒钟表演时间，现在开始。天哪，妙子，我喜欢，好圣洁的感觉啊。这球完全在他的掌控当中，好美啊！球，7秒，6秒，5秒，4秒，3秒，2秒，1秒，恭喜！恭喜曾艺舒顺利过关。难怪你脸上一直流露着那么骄傲的表情。可以让我看看你的水晶球吗？请。哇，好美啊！哇。你是哈利波特的同学吗？来，水晶告诉我们谁最漂亮。朱丹蔡明。谢谢你的表演，确实很精彩。谢谢。好，谢谢。期待你能够进入第二轮，好吗？好，谢谢。谢谢。一会儿进入第二轮，好吗？
那么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组选手通过了100秒的考验，来掌声响起，先给他们恭喜一下，有哪些？但是到底有哪三组能够顺利的进入第二轮呢？又一个紧张的悬念响起了。来，我们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就会告诉你哪三组顺利进入第二轮。